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跟踪我？你早就知道我藏在床底下。真没想到，你这么不认路，跑了这么久，连个树林都没跑出去。 这点小伤就哭了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。我没哭。你这还没哭呢？我都说了我没哭，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好，没哭。记得每日擦药啊。拿着。我说了我没哭。 好，没哭没哭。少主，话我已经带到了。少主，你是知道的，莫武阁是巨子一生的心血，他还是希望你能先完成任务。 少主正当年，心有所寄很正常，只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少主，我觉得巨子这是对少主委以重任，想日后把莫武阁交给少主。少主，切莫辜负巨子的期望啊！啊，这是。 巨子的亲笔信函，砚台之事未有下落，未来大业皆依附于此。你既为阁中人，应为阁中事出力，这也是你的使命。只有担任大任者。 方能执掌自己。待你事成之日，便是你我父子相见之时。